邓姐，敢会当请两位甲头前日同款跳一支舞？当然无问题，要跳什么舞？上好是较活泼一点啊！即摆影音新闻足流行的，点击率嘛高，对集团的宣传嘛足有帮助的。当然好啊，无问题。来来来，你边下过，你边下过。哇，你真正是，你受伤你个，我袂跳，我跟你跳。你是要跳？你讲，只要你脚受伤，你阁无甲顾的。应该啦。你干嘛要听？你今仔日真正足过分的呢。我是对你讲唔对啦。啊，佫唔承认。你甲少峰搭出国就准拄煞，啊，不过你还有站在，你无应该予伊歹看。你还知影，内底有足济人，还佫有记者，你安尼有啊伤害伊的自尊心。嗯，伊若是无才调跳舞就莫跳啊，我无逼伊啊。你安尼刺激伊，伊哪有可能认输？伊无甚物认输，我嘛无佮意输的感觉。哦，恁查甫人真正有够无聊的。你受伤呢？伊佮你跳舞无佮你顾好，你佫替伊讲话？我评估过啊。我感觉无问题，这是我的决定，甲少峰无关系。你找伊的麻烦，我当然爱替伊讲话啊。你讲啊足轻松嘞，万不伊真正跌倒受伤是要安怎啦？我若真正跌倒受伤，嘛甲你无关系，唔免你插手啦。今仔日这个活动是关系到业界，你敢知影你安尼一舞，会予业界人看笑话？你平常是笑笑空空不要紧。啊！不过今仔日这么重要的场面，你敢分袂清？我，你唔免解释。我知你是为着我好，替我抱不平。啊！不过你安尼做，唔来破坏规个活动，嘛会让我甲双方原本来这好意变成是一个闹剧。我阁甲你讲一解，少峰甲我是足好的朋友，以后我不准你阁安尼乌白来。哦，算我家婆，今日哦根本就不应该来，安尼样子无？哎，你哪会这么幼稚啊？啊，讲无两句你就来客气哦。哎，好了，卖冤家啦，活动结束啊，等下就客别了，行。我要跟你回去。我要去倒位啦？我要回去阿家。你不是讲不要跟我冤家，卖做伙就袂冤家啊？哦，凊彩你要去倒位，我送你就行。我不爱啦。这嘛闲咯，啊！去家连我车拢无要坐哦。你也无感觉家己做唔对啊？我若是坐你的车，得继续冤家。好，我点点卖讲话，我当作是我家己是 A 狗，安尼演是无？哈，你当作你足乖哦。我甲你讲啦，我坐你的车唔免三分钟，你着搁要细细念啊。我细细念是惊你让人骗骗去呢。我唔是囡仔，我看你这么单纯哦，你才会去用骗。哦，你真正是！我听恁两个伫咧斗嘴鼓，真正敢那囡仔咧。嘿啊，主宰，你是占着遐哦？今仔这活动也毋是你主角，啊，结果规场拢全你出头。我就我知影你的心意啦，不过有一挂话要看场面。